很多公司都没有张贴或者更新这个劳工法海报。其实劳工法海报很重要，因为是法律规定一定要在工作场所张贴，如果没有贴这个海报是罚款17,000的。其实美国政府是想劳工知道他们在美国打工他们的权益和福利，譬如 EDD 受到歧视怎处理好，还有就是劳工保险里面的资料都要填写上去。所以如果你作为雇主，记住要更新海报，还有要填写有关相关的资料。